大家好，我们新架设的直升墙，它现在已经正常的生长了。植物定植的情形感觉还不错。那这里是用火山岩做的这个育苗区。刚才我有看了一下，根部发育是蛮正常的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丛林了，啊，这个蔬菜丛林在白天看得比较清楚。这个一片绿油油的，不止吃起来好吃，看起来对眼睛也不错的。其实，如果要说做一片绿墙，用蔬菜来当绿墙也不错。以上简单介绍，谢谢各位。